佩夫人止咳鲁，特效配方，服法及剂量，口服，成人，日间三次，每次服一汤匙，15毫升，睡前服2汤匙，30毫升。或先垂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药剂师。主治：伤风、流行性感冒及类似的上呼吸道感染所引起之咳嗽、干咳、喉咙痕、痒、痰多、敏感性咳。主要成分：磷酸可待因0.090%W/V， 麻黄素0.033%W/V。愈创木酚甘油米0.704%W/LV， 扑尔敏0.021%W/V， 海葱硫近高0.110%V/V。 药理：愈创木酚甘油米及海葱硫近高等属于祛痰剂，能稀化痰液，有利于排出痰液，舒缓喉咙痕痒，并减轻因痰涎而引起之咳嗽。扑尔敏的抗组织胺作用，能有效减轻鼻黏膜充血肿胀而引起的鼻塞、流涕及打喷嚏等症状。磷酸次代因能直接抑制盐水的咳嗽中枢，加强镇咳作用。麻黄素对中枢兴奋作用较强，对呼吸中枢亦有刺激作用，能收缩鼻黏膜血管，并扩张支气管，舒缓因伤风、感冒所引起的鼻塞等症状。特效配夫人止咳露在药房有售。注意事项：此药可使人昏昏欲睡，服后如有此情形，不得驾驶或动用机械。点：服用过量有危险。如果阁下尚在服用单胺氧化酶阻断剂，请勿同时服用此药。若有以下疾病：气喘、哮喘、甲状腺疾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、慢性肺病、糖尿病、青光眼，因前列腺肥大而导致排尿困难，或正服用其他处方药物，使用本品前需咨询医生才可服用。服药期间避免饮酒。若症状没有改善或持续一星期以上，或有高烧，需延医诊治。卢森堡大药厂有限公司出品。电话852-3526-6666，香港药物注册证编号 HK05099。 Click subscribe to Users Productions YouTube channel.